普世基督徒关怀差会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ncern 是由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宣教士组成，有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等地，连同柬埔寨的同工，大约有120多人。我们领受神的呼召，回应中南半岛的福音需要。有很多人听耶稣听过很多次，听到我们说、哎、我不想再听了。但是同时间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在他们那里没有教会、没有圣经，甚至连听耶稣的一次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我和我的班同工，我们来到柬埔寨，我们去服侍，目的就是要让柬埔寨人有机会，起码有一次听到福音的机会。我们的工作包括开荒布道、植堂事工、扶贫服务、教育事工和医疗事工，实践耶稣基督的爱，去关怀、去帮助和服侍充满苦难贫穷的国家。普世基督徒关怀差会第一个福音据点是在柬埔寨。我们早期2002年在柬埔寨的万民堂传讲神的福音，同时在偏远的水静华村，两年间一直在大树下崇拜，每逢落雨就水浸，要迁移或者暂停。现在呢，我们有落脚的教会，我们又在垃圾山旁边的十万寨村直堂，叫做棉子基督教会。我们更加在距离金边市3个钟头的车程的磅湛市直堂，每一次得人如得鱼。经验告诉我们，未来的2年，我们可以到更偏远的地方，再植3至4间堂会，将福音传到更多未得之民，叫人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在柬埔寨，大量的贫民长期依靠执垃圾为生，估计大约有超过3万个街童被父母驱逐出来，男的做乞衣、小偷，女的做初妓，或者抱着租回来的 BB 行乞。我们差会设立外展中心，2支外展队服侍超过500名街童，关心和帮助他们，使到他们能够自力更生，重投社会。2004年，我们同礼贤会差会合作开展礼贤之家儿童院，收容被遗弃的街童，为他们提供免费教育、住宿、膳食和技能训练。2007年，我们一共收容了60个院童，在福音当中等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。在2000年，我们建立柬埔寨第一间华人教会主办的基督教国际幼稚园和小学，提供基督教教育。2004年开办以马内利小学，专是服侍一群长期在垃圾山依赖执垃圾为生的小朋友，为他们提供免费读书的机会。在2007年，我们共有120位学童。在2005年，这两间学校成立了第一支柬埔寨的基督儿童少年军，深化实践基督教教育。2007年1月，基督国际中学正式开办，承接以上两间小学的学生，继续以真理教育和牧养他们。
柬埔寨医疗制度并不完善，诊症费同埋医药费相当昂贵，一般人根本冇办法可以承担。2007年，我哋共有3队医疗队到柬埔寨莲花村义诊，义务为数以百计嘅当地人士诊症。我哋会喺固定嘅医疗所聘请当地医生，提供义诊服务俾佢哋。我哋正计划购买一部流动医疗车，进一步去其他嘅村落提供义诊服务。我哋透过医疗队嘅服侍，让贫困嘅人得到真正嘅援助，解决佢哋身体疾病上嘅需要。呢一份工作，我哋义不容辞，藉住医疗，等佢哋明白福音，明白神嘅爱。我哋透过短宣体验学习团去到柬埔寨，俾佢哋亲身体验宣教嘅生活，眺望信徒传福音嘅心志。我哋都喺学校推动生命教育，组织文化交流体验营，等学生、老师同埋家长透过体验柬埔寨人民艰苦嘅生活，反省生命嘅意义，同埋关怀贫困国家人民嘅需要。我哋出版嘅《差情寻桂刊》系一份具创启性嘅刊物，以启发性嘅角度，将宣教嘅意识植根喺弟兄姊妹嘅心田。喺2005年，我哋进军大众传播，同恩语之声合作，喺柬埔寨电视台播放福音节目，让全国1400万人口都收睇得到，福音得以传开。我哋更成立福音小组，以影片作为分享。即时栽培。2006年，柬埔寨金边市举行基督教联合布道会，3场爆满，缺席嘅人数过千。可见只要我哋肯传，就会有灵魂得到拯救。同年4月，喺香港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办大型音乐会《差情寻》。情系柬国筹款音乐会，一方面筹措经费，另一方面更令大家明白贫困儿童的无助。同踏上信爱望，延续住基督宣告，将苦困化做释放。信爱望，延续住基督宣。